话语风潮，东亚名家彩墨书画连载，时间是2022年10月26号周三到11月13号周日。我今天有幸随着东亚画会的老师们以及美美理事长的带领之下，来到了竹北新竹的文化局，来参加这些画作，来看这些画作，来欣赏这些画作，个人感到非常非常荣幸。待会大家拭目以待。东亚艺术研究会画语风潮，名家彩墨书画连载活动开始。在活动开始前，让我们先介绍我们今天的几位贵宾。首先欢迎文化局的局长李安宇局长。局长好。还有我们台湾非物理师张野心主委的。新竹县工业会李展理事长。桃园美术协会张富熙创会长，还有我们东亚艺术研究会理事长王美美王理事长，先生的公子陈天山陈老师有没有在现场？老师好。谢谢。宜兰县美术学会前理事长王福龙，还有詹惠美前抗议，老师好。老师好。台湾海峡两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张双图理事长，张理事长好。
要增强画展，因为我们这个画展里面非常多都是非常知名的艺术家，能够透过这一场展览看到这么多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画作，可以说是让人的机会。那在这边呢，我要也非常开心能够欢迎大家，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从台北来的，对不对？第一个，这个在新竹举办十字有水准
谢谢王理事长，谢谢会长。第二，你看得知道，我们新竹是科技是年轻的，科技新竹是要精神的人物，临时加入。过去我当省议员、当议员，我都跑哪里去？都跑到台中，你经常跟他那边的台中去，或者跑到台北去，为什么？精神输压。那在这新加自我上任当县长以后，我特别文化局，我几乎一个礼拜一定来演讲，所有展览我自己亲自的参加，连台积电的曾董事长、基金会的，过去都在台北办。因为我在立委的时候看到那个旗子，文化局文化局，那我在立法院有提出来，科技厂商台积电。在中山北路几乎挂了一大堆，我心中都不用画了，没有看到，所以我下个礼拜还特别低调到遵完成基金的董事长特别紧张，哦，今天很难得县长的亲自来给我，哎，来加持，我就讲这个故事。所以，因为我们新竹是年轻的一个重镇，是科技的重镇，科技人很辛苦，你不要羡慕他薪水高。还有管理，他是责任分区的。这个董事长还有领导干部所交代任务，一定要怎么样去突破？突破，并不是去仿照、去抄抄写写的。这压力非常的大。在这期间，我上任以后，特别我们县府团队，包括杨县长、现任县长、以前我的啊秘书长，然后副县长在内，我特别交代他。一定要搞文化，所以他的政见里面会重文教，啊，所以包括学校在内，过去我上课的时候，这么看内没有，还有人员也没有，所以就要突破，真的，还好我的学长啊，在民间的企业啊各方面给我支持，很多好朋友都给我支持，今天刚刚看了，就第一个，局长很重视今天的一个展览。把第一个好的位置通通留下来，掌声给局长鼓励。第二个，你来新竹就能够发现，啊，尤其文化局是所有在北部地区啊，很多朋友都来参观过，甚至呢要摆设很多展览，它都我们的展览设置的各方面的它的位置还有动线。啊，再加上本身的画，哎，题目记看起来心胸宽广，所以欢迎大家啊，大家来新竹啊，我们新竹县杨县长啊，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视文教，重视的教育，所以学校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水准提升啊，还有很多交通的问题，我们一项一项的陆陆续续都已经到位啊，再次祝福今天的大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我们跟理事长共同来致这一个，谢谢县长精彩的致辞。可以让给我们这么好的场地，可以让我们亮到很黑，也恭喜局长，可以。这次的展览呢，作品都有说是琳琅满目，其中呢，我们有余茂国画大师以油画的。
有这么好的场地，而且我们国内也所最著名的艺术大学的院长还有主任教授，他们的作品几乎都学到。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东洋的部分群，以及我们所有的渔家们，他们对这次的展览非常的重视，所以几乎我们甚至连承担成这个国际渔家的作品，还有我们那个秦茂大师号，那有个五月的呈现在各位的面前。当然，这是最感谢的，就是文化局，能够在这么好的场地，让各位儒家，在我们新竹非常多的科学的书会面前来呈现，还能有我们现场的讲，坐在他的内耗以及我们文化局长与大家的努力之下。我们才有这么好的文化呈现，这是也是可能我们一个文化重镇，所以很荣幸这次获邀来这里展出，希望说明年后年我们也陆陆续续的也能够把这种我们的作品呈现在东洋艺术研究会这一块。我们也知道我们成立了半世纪以上，那在这半世纪里面，我们也有在中美日韩澳几个国家受邀跟外汇出国去交流。那当然东洋里面很多从小姑娘大概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一直在我们这一块耕耘的原地，也耕耘了将近三四十年，都在东洋把青春贡献给文化界，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安慰的事情，甚至于我本人也是很开心，一直到现在。所以把这些作品也知道说每年都有新进，那今天我们最感谢我们的学业馆，再报告一下，我们这次的展览除了台北，我们桃园地区的媒体文化也有作品呈现，再来我们也有邀请到新竹界我们几位书法名家也同步就如同张春图理事长也是在我们这一块领域也跟我们一起在默默的奉献，那在此非常的感动，就是今天这么多的贵宾鼎力相助，尤其我们的长官弟弟，这使我们的会务更加生力军阵容坚强，那我们多一份很重的力量，有一份很重的使命，要继续的把它完成。那谢谢各位长官，谢谢各位嘉宾，记住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局长好。你好。局长好，好高兴能够看到局长也莅临这个东莞画会的画展哈。刚才我看的局长哈，也大概绕了一下，看了一下，很仔细，很专心的看。那不知道那个局长，您看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您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半甲子的一个成立哦，所以说整个协会里面的成员这次来参展的成员的画作可以说是非常精彩，而且里面有非常多的会员其实都是大师哦，都是我们就是书法界的大师，艺术界的大师，所以在这一次呢能够让我们东莞艺术协会能够来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美术馆展览大家能够把握这次机会，在这个展览的时间一直到11月13号，能够一次看到很多大师级的作品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会。是是是，局长您讲得太好了。其实啊，我们的中华文化
之美啊，在这边呢、啊、可以啊看得淋漓尽致。我是觉得现在我们就要发扬我们中华文化，把这个画作能够传扬出去，让每个人欣赏，是不是？没错，而且这也是我们新竹县县长杨文科县长一直以来非常重视的。那他也一直提醒我，在这一块呢，中华文化这一块一定要努力的多做推动跟推广。是，局长，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富画就是代表我们家庭一定要有和谐，那这一幅画是我的心境。东亚画会王妹妹理事长引领着所有贵宾参观的每一幅画作，她把画作的精神内涵说明得淋漓尽致，同时让我想到之前我所看到的一篇报道，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第一个要有熟练的艺术技能，第二个必须要敏锐的感受力，艺术创作当然需要敏锐的感受力，第三个是异于常人的丰富情感，第四个是强于他人的想象力，第五个是卓越的创造力，第六是独特别致的创作个性，第七先于常人的创新意识，第八丰满的学识和文化修养，九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积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只是画几笔画那么简单，而且必须要有艺术修养、艺术天分和文化修养，融于一身才是标准，真的不简单啊。我到里头走了一圈了、感觉这幅画真的好美，非常有层次。我们也找到了我们的作者谢玉花老师。老师你好。你好。哇，真的很高兴看到这幅画，非常感动，而且层次分明啊。老师你可不可以大概把这幅画介绍一下？好，谢谢你啊，谢谢你能够欣赏这一幅画。是，我这个呢是梯田，是那个广东省的龙脊那个地方的梯田、是，那梯田呢你从上面看它呢层次非常的美丽，而且呢在里边也有一些的房子啊在点缀起来，那从上面一看呢觉得非常的感动，心里呢很想把它呢收集起来做我的作品，所以呢我就拍了一些照片，那回去呢再好好的做，完成了这么样的一张作品啊。那大家一看呢觉得我处理的也是很不错，非常好非常好，那觉得呢处理起来也很不错，慢慢的从大的这一些一直慢慢的把它的模糊上面去了、那自己呢画完以后去看看呢也觉得呢自己画得很满意。是是是是，不是说满意了，真的太好太好太棒太棒了，真的是。谢谢。我们从这幅画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你看上面就是远的地方，感觉有点蒙蒙的美，然后越下面就越近。老师刚才提到了下面还有几个住家小屋，那请问老师啊，这个画是您到现场去看了以后拍照回来大概再按照那个意境去写的吗？画的吗？我走过的地方呢，我画的东西呢差不多都是我走过的地方。是，那当场呢我是没办法在那边写生，所以呢差不多都是拍了很多的照片。是，那回来呢再慢慢的把它呢构图，怎么样来处理这些照片构图来把它完成的画作。是是是啊，老师你讲以后我才终于明白了，我们出去旅游看到现场的状况可能只有拍下来，好、就是哦、那再加上记忆，然后回来再整个再画出来，再画变成第二次再去那边玩一样啊。太好了，第二次的去那边玩，再回想当时你在玩的情形所看到的景色，就把它呢弄出来慢慢的
这样比较有感情，画出来呢也比较觉得能够把你所想要的放在这个作品里面。是是，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真的非常谢谢你。好，我们所有的陶喆还有朋友们，我们在刚才是由远往近看，现在由近往远看，大家那种感觉感受如何呢？我是感受到好像亲临实境一样那种感觉。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在现场也看到我们东亚画会的秘书长陈云娟老师，陈云娟老师，老师你好。我们看到这幅画哈，其实我自己感觉哈，我们也是由上往下，上面是远，蒙蒙的美，那慢慢往下看，各位你看出什么了吗？我刚才跟老师讨论过哈，这个我们中国的山水图啊，这个画我是比较少看到，而且很特殊的，我们就请秘书长陈云娟老师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来，我这幅画啊，我是用传统加现代的皴法，那我这个石头上的皴法呢，我是用一个揉纸的方式把一个纸张揉透了，然后在上面再开始皴，所以它有一种比较活，然后比较现代的那个皴法在里面，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彩色的泼彩方面，彩色的比较重彩方式来表达，所以整个画面它有前景、中景、是，而且就是感觉到在一个很美的环境里面，在山境里面，那有一些人在聊天，有树啊，构成是整个作品的那个意境。是是是是，来我们大家看一下，大家看一下，你看下面有人呢。对，下面有人。哦，他们聊天，你看。是，有人在聊天，很自然的。非常自然。然后还有一些远方，还有一些隐隐约约的房子在里面。对，房子，对，看到了。然后再往深山走，然后哇，原来这是一个整个一个大自然的风景。不但有古色古香，也有一些现代的美感。是。然后我用一些比较鲜艳的色泽，就是说，跟古画传统的话，就是有点像比较跳脱出来，没有那么沉闷。是是是，这是我创作的一个意念。郭老师，你们艺术家真的太了不起了。谢谢你。也不能说一直沿袭着古人那种画法，要有一些创新变化，才有一些自己的风格。哎，我是走朝这方面去走的。老师，真的谢谢你，我今天又上了一课了啊！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看到这幅画没有？来，大家看到什么了？我们很高兴啊，东亚画会的常务理事陈景华女士，这是她的画作。老师好。先生好。哎，真的太高兴太高兴了，您的画作啊，真的又跟前面几位又不一样了。而且结合了现代的，这个是现代美。对，那个东北角。是，哦，东北角。对。好，首先要请问您一下，这个画作不太可能现场画嘛？是回来。去看过那意境，把它描画出来。哦，就是那种去了以后看了以后，然后回来啊，就开始画画了。是。风景就是我们的画布嘛。是。也是我们的题材。是是是是。画起来就比较顺手。那这个画法又跟前面几位老师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对，您可不可以大概的介绍一下？我这个画就是说去那边玩的时候，把那个意境融入到那个头脑里面，是，回来再把它揣摩画出来。是是，就是东北角，刚好夏天的时候，请你到这边来观海，然后看钓鱼，很惬意的。你看那个海风，就把那个风都吹得啊，那飘那个方向不一样。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那个海风还挺大的，你看看。是啊是啊，把这个风潮都吹到一边了。哇，老师，您的画作而且能够结合现代，真了不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是一对情侣，现代的情侣嘞。你看看他们戴的帽子，背着背包，还有吊客。吊客。老师，你能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画，然后融合现代，太了不起了。啊，谢谢你。真的，真的太。就是把这个画起来，看到意境就很舒服。是是是是。风有什么？这个意境
太好太好了。然后您的画我要提供给我们的所有陶喆还有我们的好朋友们看。好，谢谢您，谢谢谢谢。我来赏画的时候碰到我们陈玉英老师，这幅是我们陈玉英老师的画作。哇，我看了真是叹为观止啊。老师你好，您画得真好，您大概可以把这幅画的意境能够说明一下吗？是，因为我这个幅画主要的背景是要画长城的入口处，那个里头有要画得很险峻。是，所以呢，画的那个房子就是以前长城上的房子，哦，然后我们要上去的话，因为很险峻的，还要走上去走。是。所以旁边还有一些人，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可以看到后面的山，是，是是，看起来就是感觉你当初好像是在看那个长城的感觉。是，玉英老师刚才大概把这意境讲完以后啊，我好像就身处在这个山中一样，那种感觉真的是很不一样，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对，变化很多。是是是是是，老师这幅画叫做《松兰叠翠》，真的有那种层层的那种层次感啊，在里头还有云雾，还有房子啊，变化特别多，事实是如此。哦，这个山，哦，这感觉真的很棒。那个峻岭的。是是是，老师，谢谢您的解释，获益良多，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东亚艺术研究会《画与风潮：名家彩墨书画联展》上集，大家看了之后，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精彩呢？借由这些老师，他们个人把他们画作重新做个阐释之后，大家是不是更能认识这些画呢？这些艺术家不简单呢，我们要为他喝彩，而且我们更要常常去赏画。不妨大家就锁定东亚艺术研究会，我们以后多去跟他们捧场，如何呢？欢迎大家踊跃订阅800温馨家族，并请点选小铃铛，选择全部哦。谢谢大家，请继续收看续集。